Thank you.
各位来宾，我们女子组的决赛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现在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男子组的决赛将在15分钟后准时开始，请大家也在15分钟后回到现场，谢谢各位。在我们男子组的决赛开始以前，我们将要进行的是颁发纪念品的仪式。现在我们有请雪龙寒江下流贝合唱团团长胡明和先生颁发纪念品给 Professor Dr. 潘建华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Music Music UCSI University， 有请。谢谢同学的观看以及胡明和先生。现在我们马上开始的是男子组的决赛。是的，我们再次以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评审，他们是来自新加坡的 Ruben Lai 老师。来自槟城的邱慧丽老师，以及来自吉隆坡的肖志全老师。现在我们有请评审入座，谢谢。第一位参赛者肖立成为我们带来《再恋》以及《Wherever You Walk》，有请。
现在让我们有请第二位参赛者洪子佑为我们带来在银色的月光下以及再恋，欢迎。